小萝卜啊，吃冻梨。这东北冻梨有这么大吸引力，还能比火锅好吃？这就是贝德爷念念不忘的冻梨，外表乌漆麻黑的，看起来和坏了一样。肉能比肉好吃，各位就是我爸爸。哦，居然不是黑的，味道是酸甜的，有淡淡的酒糟味，口感和沙冰一样，太神奇了。各位爸爸们，这是我吃过最爽的水果。儿子，先试试这东北的冻柿子吧。柿子也能冻着吃，鲜吸汁，超级浓郁的柿子味，再切开，软乎乎的，口感很绵密，运动后的软籽很有韧性，味道格外香甜。原来冻过之后的东西这么好吃，幸福的味道。不知道买了啥，我和快递去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的冻梨，我等了5天还没到嘴里，就在路上化了。不行，买不来我就自己做。准备新鲜的梨，记得检查要没破皮子才行，洗净擦干，放到冷冻层等3天。这是冻了3天的梨，外表没什么变化，就是冻得特别硬，把梨放在室温下静置8小时，梨的外表已经变深了，有那味了。再次把梨冷冻3天。 Day three. 等了7天的冻梨终于好了，表皮也变黑了。还是那个滋味，酸甜可口的冰沙感，太爽了！我终于在南方实现冻梨自由了。喜欢冻梨的小伙伴，赶紧让朋友给你冻来吧！不是吧，这么快就到2021了，我2020年的瘦身 flag 又要倒了。走完8天，今天老板请客。不去不去，打死也不吃了。姐姐，能给我一杯低糖的饮料吗？没负担的那种，你懂的。等等，最好带气泡。哎，还有，味道要好，水果味的。行行行，您好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推荐这款美汁源苹果醋饮料，低糖、零脂、轻负担，而且100%苹果汁发酵，并添加纯正果汁，清爽气泡，正好能给你们解腻，又是大牌出品，喝得更安心。我看看，包装还挺好看，哎，还真写了低糖零脂肪。天然的苹果香气。酸酸甜甜，还有气泡，太好喝了吧！霸天，有好喝的居然不给老板？老板，您请您请。真解腻啊！服务员，直接来一箱。老板万岁！霸天，你确定不吃？难得聚餐。算了算了，也不差这一顿，2021都要到了，吃好喝好最重要。对，能吃是福。今年的不愉快都要结束了。对对对，祝我新年生意兴隆。不，祝大家财源滚滚。2021千帆赐福。不是吧，竟然不想吃才能到。哦，日式烤鸟啊，我给你做，30分包你满意。得了吧，你要是能半小时做出来，我替你回复所有粉丝。成交。Ready go。鸡腿肉用盐胡椒腌制5分钟，培根卷各种喜欢的配菜，葱切断与鸡腿肉串在一起，剩下的随意发挥，想吃什么就串什么。哎，你要输了，只有10几分钟了。笑话，我可是有法宝的。接冷水，装烤盘，加热，刷油，4步搞定，简单吧？别中看不中用，注意你的时间。足够了，这可是专业的照烧炉，6分钟就好了。这么猛？等等，我去开个窗。回来，专业的照烧炉当然是无油烟的，在家烧烤根本不用担心油烟问题。Nice。香味出来了，刷上我的灵魂上鸟汁，冰放记录截图保存哈，再烤3分钟。尝尝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厉害啊，25分钟就完成了。不是我自夸，这味道和日料店的烤串不相上下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喂，换门口吧。哎，果然都冷了，还是自己做，吃起来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记得回复所有的评论哦。不是吧，竟然不想吃才能到。哦，日式烤鸟啊，我给你做，30分包你满意。得了吧，你要是能半小时做出来，我替你回复所有粉丝。成交。Ready go。鸡腿肉用盐胡椒腌制5分钟，培根卷各种喜欢的配菜，葱切断与鸡腿肉串在一起，剩下的随意发挥，想吃什么就串什么。哎，你要输了，只有10几分钟了。笑话，我可是有法宝的。接冷水，装烤盘，加热，刷油，4步搞定，简单吧？别中看不中用，注意你的时间。足够了，这可是专业的照烧炉，6分钟就好了。这么猛？等等，我去开个窗。回来，专业的照烧炉当然是无油烟的，在家烧烤根本不用担心油烟问题。Nice。香味出来了，刷上我的灵魂上鸟汁，冰放记录截图保存哈，再烤3分钟。尝尝，
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厉害啊，25分钟就完成了。不是我自夸，只有味道和日料店的烤串不相上下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喂，哦，放门口吧。果然都冷了，还是自己做吧，吃起来过瘾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记得回复所有的评论哦。我去，这不是海贼王里的恶魔果实吗？看着不大好吃啊。这叫黑老虎，可比榴莲贵。这一看就好吃，鲜嫩多汁。外观上，我怀疑尾田就是借鉴它的造型，也太像恶魔果实了。没有什么特殊气味，尝一下。原来要掰着吃。皮糙肉厚啊，不，肉也不厚，呸，里面还都是籽。味道很淡，有点像脆柿，不过榴莲还能闻个臭，这就买了个芥末。麝香老师，你不行啊！等等，我还有，这些绝对好吃。这啥？绿三角、小黄果，这长条怎么叫便秘果？这还长了一张脸。你们知道这些是啥吗？麝香老师，进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先看这个绿三角，竟然长果，这么红，直接吃吗？染到衣服上，洗不掉。挑出里面的刺，有一粒一粒的籽，味道酸酸甜甜的，最好用来泡温水喝。味道淡的像是喝白开水。这个叫做蛋黄果，里面好黄啊，和你一样。软糯香甜的，像鸡蛋黄和糯米的结合。这个叫人参果，这包装一看就是长辈喜欢的款，人面造型，和西游记里的人参果好像，竟然还不错，水分很多，味道和黄瓜一样。最后一个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便秘果，我去，还真的能吃便秘。一个臭脚丫的味道，敲开取片泡水喝。味道还能接受，没想象的难喝，竟然还有点甜。你们最想试试哪种水果呢？只知道重庆火锅你就 out 了，还有内蒙咸阳锅、山东肥牛锅、阳新素火锅、鱼头火锅、串串香锅、海鲜火锅、周地火锅、豆捞火锅、唐山牛肉锅、猪肚鸡火锅、酸汤鱼火锅、黑山羊火锅、菊花脑锅、一品锅、十几锅等等。东北酸菜火锅都上新闻了，教你们三步就会的酸菜火锅。东北酸菜过水后捏干备用，五花肉翻炒至稍微变白，再倒酸菜，中火煸炒3到4分钟，酸菜就会变得干爽，吃起来就会脆一点。料酒2勺，冷水没过食材，6克盐、白胡椒，加1勺糖，搅拌均匀，大火烧开后，小火煮30分钟。五花肉上挂满了汤汁。肥而不腻，从未吃过如此清爽的五花肉，酸白虾也吸满了汁水，清脆的口感混合肉的香气，绝配。这么简单，动动手指就会了。再偷偷敲个小窍门，纯牛奶来个3勺，会让它更香。我就说牛奶坏了，呛死了。